就是有这种怪癖。那个痘痘留给我晚上回来吃。喜欢看那个脓包，那个脓射出来，全射出来。他第二天我整个都发炎。为了他爱挤痘痘的那个欲望，推了三四个通告。那我跟你说，只有去上了一个通告，那个通告是要模仿成龙大哥。周六晚上11点热炒店。本节目由女力报道 OG 金冠名赞助播出。